One two one two one two. Hello， 大家午安。其实现在12点多了啊，不知道你们吃饭了没有嘞？我已经吃好了。热，哎，热太热太热了。这帽子哎哈，去网络找一个帽子来。Go， 帽子在这里。是我新的帽子，大家看，这是蜜酪奶茶，是在江边阁买的哦。啊，你看，珍珠大大粒，大大杯，蜜酪又多多，冷冰冰的，喝了提爽一下。看，这是大蒜。为什么我这一期会讲大蒜呢？因为太多蚊子了。我去网络查了一下，原来蚊子怕大蒜。我上网查了一下，原来蚊子哦是怕大蒜的辣味。所以我们吃大蒜哦，或者是吃生葱哦，它有那种辛辣味哦，所以蚊子会很不喜欢这个味道啊。所以我就把大蒜呢放在我每次做的地方。放两边，我们试试看一下，过几个小时后会有什么反应？不知道那个蚊子会不会死掉？做了两个大大的，这边一个，这边一个，看一下蚊子回来了哈。A few moments later。啊，我看到地板很多黑黑的一点点的哈，这些呢都是一些小小的虫，死掉哦。啊，这个大只的蚊子是没有看到有死啦。热烈欢迎大蒜！大家好，我是大蒜。身为大蒜，可以强力杀菌，同时也可以预防肿瘤和癌症，排毒清肠，预防肠胃疾病，降低血糖，防治心脑血管疾病，预防感冒，抗疲劳作用，抗衰老作用，保护肝功能，抗过敏作用，预防女性阴道发炎，改善糖代谢作用。吃了我肯定对你很好，可是不可以长期食用大量，会导致眼睛视物模糊，会有耳鸣、口干舌燥、记忆力下降等等。不要一直吃我，所以每天吃一点就可以了，不用吃太多。然后再欢迎蚊子。大家好，我是蚊子。我非常爱咬深色皮肤的人、体温高的人、身体强壮的人、汗流多的人、肺活量大、呼吸深的人、好动的人、有香味的人、穿深色衣服的人、暴露身体的人。第八时间到，我上上集讲了音准，上集讲了节奏，这集就讲 plucking。 他没有规定的一定要你这样，一定要你那样，两个平衡点就好了。第一个呢就是你的大拇指，第二个呢就是你的三个手指。那有些人会把尾指的顶在这边，我的习惯会顶在这边，有些人不会顶，他就不会动来动去哈。如果你不喜欢顶的话，那就不要顶。那要怎么弹呢？比如说你按了一个和弦，你的拇指呢一定要跟着和弦，你按什么和弦，它就要跑什么低音。比如说我现在按 A， 你的拇指就要弹 A， 然后后面三个手指呢就弹下去。你可以先往下噔噔噔来弹哦。我们用简单的四个和弦来，我用 A E F sharp minor， 然后用 D 哈、哦，所以你一开始的时候你的 bass 一定要进去，你就往下弹哈、哦。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four and 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four and 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four and 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four and，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循环的 plucking 了，是不是很简单呢？其实你讲它很简单，它确实很简单，你一定要练啊，你的手指要比较细腻，比较小。
那其实呢，你要有变化的话呢，你就可以把它下上都合在一起哈、哦。可能可以从一个八是往下，一个八是往上，你就变成 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four and 好 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four and。所以一个八向下的时候就是全部向下，第二个八向上的时候就是依然 bass 下，然后其他的全部就上。我现在在讲这三个手指、哦、下就是这样下，上就是这样上，应该会明白了哈、哦。所以它整个过程就这样。所以呢，是不是很简单呢？只要多些变化，你弹的歌就比较不会那么闷了、啊。今天没有吃东西啊，因为我已经不知道要吃什么了，要去找一找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吃。好啦，希望你会喜欢我的视频啦，记得去 YouTube 订阅我的频道 ，Facebook 按赞 ，Like Share 随便你，喜欢的话就做，不喜欢的话再想一下怎么样哈、哦。好啦，我的视频就到这里啦。拜拜。